要赞美耶和华，从天上赞美耶和华，在高处赞美他。他的众使者都要赞美他，他的诸君都要赞美他。日头月亮你们要赞美他，放光的星宿你们要赞美他，天上的天和天上的水你们都要赞美他。愿这些都赞美耶和华的名。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聚会。在一开始我们有一个敬拜赞美的时间，我们将时间交给喜安敬拜团。光亮就平静，阳光已经
在我里面，我的我勇敢在你。
耶稣是公义，耶稣是慈爱，耶稣是救赎，耶稣是圣洁。愿你的国家，耶稣是公义的彰显，他是人子。Oh!
前。我们当我们唱这首《人国度》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真是感受到你的能力，我们真是很渴望你的彰，你的能力要彰显。主耶稣，我们感受到你的国度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让人家称羡。主耶稣，这是因为你的国度降临在天上吗？行在地上。主耶稣啊，真求你保守，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愿意的心，将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倒空。主啊，我们真是渴慕你的圣灵倾倒在我们身上当中，我们生命要得到改变。主耶稣啊，真求你让我们能够有一颗愿意的心的时候，我们柔软的心的时候，主耶稣，我们与你同行。主耶稣，我们愿意真的是时时与你同在。主耶稣，真求你保守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心，就是展开在你面前。主耶稣，谢谢主，我们渴慕你的国度降临。主啊，求你真是保守我们当中每一个人，我们领受你的恩典，我们也要给予，我们也要付出。主耶稣，真求你，求你亲自来指教我们，告诉我们当做的事情，指教我们心里面，你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真是让我们在我们未来这几天短宣队员出发的时候，主耶稣让我们满满的与你的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耶稣，也求你真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虽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到其他地方去，主耶稣，但是求你这次让我们用祷告来托住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主耶稣，求你的能力大大的保守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主耶稣，让我们的福音出息是有功效的，是有能力的。主耶稣，谢谢主，我相信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心中就要得到改变。谢谢主耶稣，也求你保守我们等一下的施洗大会，还有我们今天的崇拜，都一切都在你的手中。献上我们感谢，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有一段读经的时间，各位请翻开圣经，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四节，请大家来带大家翻开圣经后由我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以下是一段特别的时间，我们是由我们南圣短宣队的誓师时间，我们将以下时间都交给本堂高牧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在神面前敬拜，在神面前能够更认识主，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福气。生命里面我们原本就是一个很卑微的，我们学习认识真理，我们学习知道原来有一条道路是一个那么棒的道路，但是我们在学习真理的时候，不要硬邦邦的，好像变成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变成真理好像在教导我们一定要这样做，那个不行那个不行。神告诉我们真理不是律法的，也不是像少年军官的那样子说我什么都遵守了，但是我还是忧忧愁愁的。弟兄姐妹，真正的真理要带我们进入到生命的奉献，当你生命奉献的时候会跟世界不一样，你会领受心意更新的变化，你会发现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有新的神迹奇事临到你的身上，这就是新的故事。在生命的丰富之后，我们更多要学习一件事情，丰富并不是答案，丰富乃是危机。神虽然把丰富给我们，但是生命里面歇下来，真理在告诉我们，这就是基督的精兵，你要破碎你自己，不是你自己，乃是神在我们基督掌权。基督掌权的话就是一个基督的精兵，今天我们题目就是基督的精兵，如果是基督的精兵的话，应该是破碎自己，没有自己，只有一件顺服。顺服并不是没有能力，顺服是让基督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彰显，因为这叫做合一。那我们盼望在今天早上，我们知道明天一早我们的一百多个队员要分别往南投、往屏东、往云林，有四个部落四个区域的，我们要在那个地方成为在生命里面再次学习的宣教，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乃是我们去体验到神要对我们说话。
那这是教会的一群年轻人，我们盼望大家能够更认识他们，在今天祷告里面能够看到我们祷告是为了什么，能够看到这群年轻人他们经过联考之后，经过考试期末考之后，他们全力投入了，不是好像生命的释放说啊，我终于可以放松了，我要到垦丁，我要到 PARP， 我要到哪里去。我们只有一件事情，他们很快的投入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一个军队的行列。那昨天我们看到他们十八般武艺的这样的各方面精湛的表演，哇，我们都很多赞叹，怎么那么厉害，怎么那么厉害。但是我们弟兄姐妹告诉大家，今天不是谁厉害，乃是再一次把自己所有的收起来，成为一样的动作，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就告诉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好，我们在以下时间，我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见证跟彼此的合一的见证。我们请我们这一次参加短宣的弟兄姐妹，这一次参加短宣的弟兄姐妹，请起立到我们指定位置开始集合。一样的，其实我们的生命在这条道路里面，我们一起敬拜，是一起这样的学习。他们往各地去的时候，我们等一下会一一的介绍，但是我们有一个责任，这就是祷告，这就是生命的一个分享，生命的感动，这就是生命在当中一起说振奋，说兴起发光，说主啊，我在这里，这叫差遣。我们从小小年纪开始经历过一个故事，有小朋友告诉我，羡慕他的哥哥能够参加短宣队。四五年前，当他开始进入到16岁的时候，马上我也要，如果是这样我也要。那常想这些人说，参加了4年，他还刚20岁，你就知道他刚开始16岁而已。直到现在，这些年轻人在生命里面，他们成长令人惊讶的。好，我们再一一点名他们，然后他们会在这个当中成为这样世事的一个军队的一个记号。我们盼望在灵里面，我们重新的认识我们的弟兄姐妹。风秋，小友转，阿布，走。我们常在军队里面学习的，在那个地方，如果做事的时候，我们的动作迅速和确实。如果是军人的话，当有任务来的时候，只能用跑步的，不能用走的。我们所要的是我们精神抖擞的一个心情。丰丘，我们常说葡萄之乡，我们在那边经历到那个教会他们的祝福，他们教会的葡萄送过来的时候，我们一次把它买光。我们希望他们在风灾各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没有损失，但是我们更希望他们更多的经历神的作为在他其中。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这是丰丘的队伍，我们现在下一个队伍分成两个不同的工作性质，是一个英文营，一个是一般的这个短宣营，然后一样的都在园长这样的一个区域。那我们这个时候来邀请他们，园长，像有砖跑步走。园长这样的区域，它不是原住民的区域，他们是西海岸的教会。西海岸的教会他在工作的难度比原住民还要更难。为什么呢？因为西海岸教会通常的通信就是偶像林立的地方，是非常难，而且在那个地区你要破除迷信，你要在那个地方所付出的代价，你邀请必须要有不断的耐心还有增长的力量。所以我们要特别为他们来祷告，然后盼望他们在其中所做的这样事工带着神的祝福在其中。园长教会，因为园长那个区域，因为学校报名的人很多，所以我们所编列的队员也比较多。接下来是狮子乡里面的内狮这个区域的部落，我们去年也去过了，他们充满了动力。这是狮子乡里面的内狮国小。那我们盼望我们队员去的时候，带着去年的祝福，今年再一次造访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亲切跟继续的鼓励。内狮想有走啊，跑步走。内狮在这个队伍里面，我们看到他们在公路边，但是他们的这些小朋友深入到里面很多的部落，包括连平地的人都有来，所以曾经在很多的抗拒里面
但是用着无比的耐心，让他们这些贫的小孩后来跟这些原住民小孩融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故事我听的时候都常让我非常非常的一个感动。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族群。最后，这是新的国小，这是一个迷你的小学，全校才30多个学生而已，但是他们报名是全校报名的，所以全校报名就是30几个，所以我们编的队员只有10几个人，但是我们在那边也要帮助他们，因为不是人少的问题，是他是部落的中心，他能够影响整个部落。我们在这个当中也是欢迎他们。丹路，小友，走啊，跑步，走。丹路国小在我们眼中是比较陌生的，但是他们在生命里面，他们从自己找地方，自己去，自己去跟校长谈话，跟总务主任谈话，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住哪里，我们规划住哪里。各位姐妹，这样子一个队伍在生命当中，我希望大家重新来认识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敬拜神，但敬拜神里面我们不是道理，也不是理论，是一个生命的果效。果效，生命的果效是什么呢？有一种情况叫做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一生所做的一切成为空虚，而且这空虚很可怕的，这空虚所带记号是在神的震怒当中成为一声叹息，这就一种大部分人生命的果效。但是还有另一种果效是什么呢？他一生所结的果子随着他到神那里去。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就羡慕他们，从小的时候就能够这样认识神，就能够这样侍奉神，就能够有这么多好的朋友在其中一起参与。那我们在这一次队伍里面，每一个队伍里面都有他们的队长，那我们先请这一次的大队长，就是做联络，其实是去年的总库责人，但今年成为他们的指导跟他们的大队长。我们请洪哲传道跟白来传道上来，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在这里总策划。谢谢。然后一样的，我在这里报告他们的队长，每一队的队长，每一个队长全部都是神学生。这次交头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在其中所要扛护的责任是全然的责任，食衣住行包括所有课程他们必须要设计，必须要去规划。在风秋的队长是嘉宾跟宜化，好手放下。然后在园长的队长是逸伦跟惠山，手放下。 OK， 然后园长的工作营里面另外一个英文的工作营是 Dan 和宇珍，谢谢。然后在内师是云翔跟慧珍，好，谢谢。最后在单路里面是 Eric 跟玄恩，好，谢谢。在他们所做的工作里面，他们必须要扛护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还有包括他们的安全，照顾他们。除了这以外，他们要影响所有的这些原住民的小孩，引导他们，包括园长的各样的工作。弟兄姐妹，他们所带的是基督的形象，也是台南圣教会的祝福，所以我们有责任为他们献上这样的感恩跟祷告。那我们这时候来听他们唱这首歌，在这首歌里面所听见的是生命的一个方向、意向，耶和华的军队。教会的一个感动，教会的意向。在我们诗歌里面，昨天看他们的表演，哇，真的是疯狂啊！每一个人的样式，还有是八八红衣。但是当他们成为军队的时候，要收起一切所有自己的，变成团体整齐划一的。但是他们力量所带出来的力量力度是充满震撼性的，因为神与他们同在。我们盼望在以下时间，大家都能够跟他们在节奏里面看见神在震撼我们教会。各位姐妹，我们先拍手来欢迎他们好不好？这首歌《耶和华军队》所带着教会的幻想。将会向前进，胜利将会向前进。
很令人振奋的一首诗歌，这是我们的心情，这是我们的队伍。那我们这时候请传道同工也上来站在两边，我们希望有个祷告，为他们有一个差遣的祷告。我现在在生命当中充满神所赐下给我们智慧，这次除了短宣队员以外，我们另外刚组合成的一个医疗团队，医疗 的团契，那在讨论施工里面，我们就立刻决定了这一次我们在医疗团队里面征召我们的一些医师跟医护人员，在参与他们在每个地区的义诊的活动。那一样的，我们这次要请这些医师一上来跟我们一起来再祷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丰秋的队伍，义伟啊，义伟、博文跟周瑜，我们请上来。医师可以不用跑步哈，可以马上来讲。那如果到的话才到这里哈，我们站在丰秋的前面，丰秋前面。那如果到的就上来哈。内室的部分，齐翔、维玉跟燕雪可以上来了。那这是你们所在的是内室的部分，是在红色的部分，在他们前面。那我们同时可以，我们队长可以多认识一下我们的同哥哈。内室是举手欢迎他们哈，来。然后在单路的部分是周志成医师、右伟跟欧松辉医师可以到上来，如果在场的话。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医疗团队当中，他们会在星期三的时候跟星期四不同的日子里面，然后到短宣队队员去，然后设立一个工作站，然后我们会在那边有一个短医疗的义诊，然后盼望在生命当中我们参与这一切。除了这以外，我们有妈妈小组在其中，在每日的队伍里面我们都有这样的联络。那哦，还有一个园长啊，廖连宏医师 OK， 廖连宏医师一样哈。好，我们希望在这次短宣队，园长是在黄色的部分啊。我们在这次短宣队里面，除了医师的团契以外，我们工商人员团契也当组合，他们也决定每一个分会、每一个小组，特别对一个学校有个认养、跟资源、跟奉献。那我们希望有一个固定的金额，我们不要他们的奉献很多，但是我们要参与，因为我们要的不是很多钱。我们要的是参与，我们要奉献的话，是今天我们另外要请弟兄姐妹为这些参与。我再一次讲一件事情，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募款，也就是说，我们教会没有为自己募过款，包括建堂，对内对外一毛钱都没有募过款，我们也没有为教会任何需要募过款，包括事工都没有。但是我们募款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宣教，分享给别人的，我们要募款给别人的；第二个我们要募款的是风灾地震，帮助别人急难的，我们要募款给别人的。只要是给别人的，我们要募款。那我们盼望在这一次过程里面，我们所有队员，我们考量他们所吃的，一天一餐平均二十几块钱而已；他们所住的，这几天他们要张罗他们的睡袋。他们要去住最简单的，然后他们所经过的这一切四个地方，然后来去的车辆接送，所吃的、所住的一切课程需要的，包括为当地的小朋友所奉献的、所需要的费用、课程教材一些费用，我们四个地方，我们量最省的方法，总共需要四十万，这是很省的。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他们不但没有领受到任何的好处，他们自己要缴钱，自己要缴钱。所以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我们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这几天有报名要参与妈妈小组要去慰劳他们的车队，要跟我们讲，因为我们要让妈妈小组你的电话，让他们知道。他们如果需要什么补给品，可以当天打电话给你，你可以马上紧急补给，就可以送到他们那边去。这是在神面前所献上感恩。弟兄姐妹，把这许多代祷事项跟大家分享。弟兄姐妹，简单的讲一句话：健康，健康，为他们祷告；为所有参与的弟兄姐妹健康平安祷告。第二，天气，这是环境，个人是健康平安。第二，环境，不管是天气怎样。他们在神面前都受得了，
都要感谢。丹路跟园长都有警告他们，那地都有蛇，所以他们仍然是不怕，仍然不怕是我说的啦，他们不晓得，但是他们还是愿意。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还是相信一件事情，神在为我们预备，我们有一个心理知道我们为神而征战，为神而征战。好，弟兄姐妹，这是两件事情，身体健康平安，环境。第三最重要，合一的心。在那边难免有一些困难，但是所有弟兄姐妹能有任何一句抱怨的话都不行。合一，让神的智慧赐给他们，让他们在那地所传的所说的都成就神的荣耀跟喜乐。这几件事情我们求主能够保守，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开口同声，为今天站在台上的弟兄姐妹，他们不管是在任何团队，你可以为你认识的人提名祷告，你也可以为整个团队来祷告。所有传道同工在这几天会分别到各个不同地方去鼓励他们，帮助他们一样的这些 路程里面，这几天需要神在我们当中施行这奇妙作为跟奇妙的恩典。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为刚才所说的一起来祷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说我们向你恳求说帮助我们心中我们祷告说，我们邀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来宣告这样的作为，宣告神荣耀临到这地，宣告圣灵的作为在当中，宣告神荣耀的作为，宣告圣灵的浇灌在我们当中，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成就神的美意。愿意你所宣告就成为神的荣耀，在这其中充满我们，充满我们。让我们在面前祷告说，我们相信神在你的血气已经使我们开悟，侍奉你不是让我们明白的今天所拜的角色，我们所得到的是应该是生命的健康、生命的喜乐、生命的荣耀，让我们看到一个眼光，让我们开悟心中眼睛，能够看到神在这世代教会中间。你要我们看见，你要我们去望，你要我们去得到，你要我们去得到，宣扬你的，你要让我们在这圣名做传讲的，做跟他们所接触的，带来的喜乐，充满真实荣耀的作为，带来的是真实他们在你当中愿那地主啊，再次充满，要成为丰盛的地方，再次充满福音的作为，主啊，我们相信，主你要翻转那块土地，你要翻转人心，你要翻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让我们被你得着，让我们被你得着，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像低麦子一样，我们是乐意的死在主里，主啊，也祝我们生命能够结出更多的子粒来，这个教会求你帮助，那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你得胜，让我们能够靠你得胜，主，我们相信，我们不是靠车，我们不是靠马。是靠万军耶和华领的放在。现在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在你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弟兄姐妹一颗愿意的心，我们是学习降服，我们是学习更认识你，我们学习说主，我们不知道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学习我们生命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也学习一件事情，我们如今合而为一的，如今在你面前成为一家人。我们在你面前所领受这一切恩典，从起初直到如今直到永远，我们都是这一家人，而我们这一家人要成就很多地方的祝福，因为你爱我们这一家人。谢谢你，献上我们感恩，把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一起拍手来感谢神，好不好？让我们在这一条道路里面充满着荣耀的荣幸，对不对？听听哦，在其中看见神的恩典，我们来唱这首歌，在神的恩典里面成就神的喜乐，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真知道神赐给我们生命的恩典、生命的故事，让这故事成为一个宣告，因为这是基督精兵的道路，基督精兵的一个道路跟恩典，荣耀荣耀，哈利路亚。荣耀荣耀哈利路亚。
宣告，我们举起我们手来唱，荣耀荣耀，哈利路亚！祝我们宣告，这得胜的旌旗在我们当中，让神的恩典降临在我们当中，荣耀哈利路亚。感谢神愿意在神面前所差遣的所施施的，这礼拜成为新的神迹奇事的新的故事。谢谢，请坐，弟兄姐妹请坐。好，我们请我们医疗团队能够在这当中，谢谢你们，我们可以先下去。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有一天我们在神面前将会成为一个荣耀队伍。一样的，我们当中如果妈妈小组有报名要参与，然后这些医疗团队的医师请在今天一点半到207教室，所以医疗团队的医师请到一点半到207教室，我们有一个行前最后的一个说明，因为我们也要请所有队长到那个地方跟你们认识，跟你们知道怎样来接洽，所以一点半的时候请妈妈小组还有医疗队的医师都能够在207教室集合，我们有最后的说明会。好，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献上的感恩。对，向左向右转，跑步走，然后拍手，谢谢他们在这条日子里面成为一个很奇妙的见证跟鼓励，在这条道路里面，我相信当我们的队员在这当中一起走的时候，他们从期末考结束到现在的每一个晚上，一直到昨天晚上，我们看到哇，真的是出乎人想象的，他们那些节目真的是十八般武艺的那种活泼喜乐，不输给外面的演艺团体。但他们一安静下来的时候，一闭上嘴巴的时候，全部的合一，全部的安静。但是一呼喊的时候，就是一个出乎人意外的这样的一个震撼跟喜乐。我相信这是在神面前一个感恩啊，感谢神，谢谢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常在思想人格的塑造。人格的塑造，你希望他是怎样？先不要说权力来讲，说权力的话，年轻人这时候应该是在享乐，应该是在放松的时候，应该是去迪士尼，应该是在爸爸妈妈的宝贝当中，现在已经到垦丁到哪里玩了。但是我们想想，相信一件事情，弟兄姐妹，让你的子女，让你属灵的儿女，有一天在你的道路里面跟随你。让你属灵的儿女跟你的子女，有一天他们脱胎换骨的时候，他们会更爱这个家庭，他们会更爱你，因为你跟他们同步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长大。这是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感恩。今天的题目，基督耶稣的精兵，就是如同刚才我们所学习所看见的，我们并不是用实质上的事情来跟他对照，这叫基督精兵，但是我们愿意有一个实际上的生命的果效，生命上的果效来看，今天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要如何，你的力量如何，你的日子也是如何，都一样。今天在生命前来思想真理就是这样子，不要像少年军官说我好像守了很多真理，但是每天忧愁。你要活泼，你要活泼的话，一定是能够做出工作的，而且是心意更新的变化，让人家耳目一新的工作。所以我们常喜欢用 living 这个字眼，因为在建造嘛，因为在生命活出来嘛，所以 living water 或者 living stone 都一样，就是一个建造跟生命。但是一定要献上活祭 living sacrifice， 在生命当中你能够知道这是献上改变破碎你自己的时候，你才能够说我的丰富不是我的，要不然丰富是危机呢。如果你变成第一名那是危机，如果你考上台大那也是危机，因为你将会变成另一种人。世界告诉你，你如果是台大的话，你要台大的气质，台大气质变成另一种样子。你是变成哈佛，就变成哈佛的气质。哇，这个都是你是那个很大企业家的那种公司里面的，哇，你就变成那种气质。弟兄姐妹，你会变的，因为那会变，让你足以为傲的。但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不能这样变，我们必须把丰富全部破碎，回归到原来基督的气质，基督的气质。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耶稣基督的精兵乃是当如此也。
那我们盼望在思想里面就能够知道，耶稣基督的精兵一定要打仗。那哦，神怎么会喜欢我们打仗啊？难道神喜欢杀戮吗？那我们看看神所说的是美好的仗，美好的仗，这是一个你只要一进入时代就会变成美好的，只要你一进入得胜，你所在环境都会变成 wonderful 的。我们今天要在神面前的思想，那美好仗就是什么？献上活祭，你战胜你自己，你在什么地方，别人也因为你得胜你自己，他们也因着你的得胜，他们也要得胜。你在什么地方都会改变的，那叫做美好的仗，你胜过了。第二，弟兄姐妹，什么叫单跑的路呢？就是出埃及了，也就是你脱离辖制，你生命里面真的能够脱离生命的辖制跟捆绑。传统说什么你必须要得到人家的喜爱，弟兄姐妹，为了得到人家喜爱，你真的放弃掉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一个使命，你会放弃的，因为你不敢。弟兄姐妹，什么叫所信的道呢？就是标杆，你已经守住了，神给你应许，你已经得着了，这叫标杆，你应该要去得。你如果在你生命里面没有这个荣耀就要实现的话，弟兄姐妹，请继续努力，一定有的，因为神在你身上有计划，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很多很多。弟兄姐妹，你一定要去祷告，我全部都要得着，梦想要成真，你不可以说主你要给我就给我，如果你不给我我就感谢你。弟兄姐妹，这什么祷告啊？你要一定要祷告，你在我身上有命定，我一定要再让这个命定看见实现，如果看见实现，你一定要努力去得着，要去得着。因此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说，你要刚强壮胆，你愿意的话，你做到什么地方，那地就要得祝福。你要让这些百姓得那地为业，那些百姓是什么？如果今天我们用应用这个经文的话，那些百姓就是原住民。你要去到那边，那些原住民要跟你一起得到那个应许，因为你一定做得到的。你要刚强壮胆，你要大大的壮胆，你要相信，无论你往哪里去，都能够顺利。你走到狮子乡念思国小那个地方就活起来，你到那个地方丹路国小就丰富起来。如果你不愿意去的话，丰丘内施又怎样？你到后来你不愿意想，有一天你只变成丰师而已。啊，丰师是什么？如果你愿意的话，你生命里面就变成一盏又一盏的灯，在生命里面你会振奋的，你会振奋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做呢？成为基督的精兵。第一，圣经告诉我们所读的圣经，你要刚强起来，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要特别看到这个命令句 Be strong， 你要这个命令句告诉你一定要这样子。那我们常常为了这个刚强，我们就开始很多很多的描述啊，我要刚强，所以我锻炼我的肌肉，操练自己身体，但是益处还少。到底怎么刚强啊？要拳头很大还是跑很快？弟兄姐妹，漫无目的的没有标杆的，常常让我们不晓得什么叫刚强。就要了解刚强，最好的方法就是认识对比，什么叫做软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软弱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来思想，在我们生命里面就是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我们值得推敲的，根本就是我们的问题嘛。软弱，我们常常讲软弱就是软趴趴的不能做事，不是，你拳头很大你还是会软弱的。第一，怕。其实我们今天怕都怕什么？怕什么？弟兄姐妹直接说好了，怕死。因为圣经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今天掌死权的，死权的是魔鬼，掌管着死权，他用这个死来威胁所有的人，因此所有属神的百姓不敢了啦。你如果这样，你就会这样，你就会怎样？弟兄姐妹，圣经在希伯来书我们上次查经里面还记得那句话，非常非常重要，神所赐下救恩借着耶稣基督自己，还有神所赐下各种神迹奇事，都叫我们了解耶稣已经借着死已经败坏掌死权的魔鬼。耶稣是借着他自己死然后复活，告诉你耶稣已经得胜了，他败坏了魔鬼，然后接着圣经说他的死要帮助我们得到释放。哪些人得释放呢？记得我们一直在谈这句话，哪些人要得释放？一生都怎样？怕死的人，
如果你这一辈子总是怕死的人，请你要注意，你要得释放，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弟兄姐妹，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吧。你认识的话，你要相信，你要被释放，你不再怕，你不再怕，你就得胜。弟兄姐妹，所有的战争最怕死的人，死就追上他。你怕死，死就追上你。你在马路上骑脚踏车，一群野狗来追你，你怕他，你就溜，他就越追你。那怎么办？请你转过来，然后喊他几声，他就会吓走了。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其实在道路里面，很多事情你勇敢，你就得胜，死追不上你的，因为耶稣基督在生命里面已经告诉你，你得胜了。求主帮助我们，让这条道路里面，因为你的勇敢，因为你的刚强壮胆，生命里面出现了神同在的记号。第二个，懒惰，没有人会承认他懒惰的。弟兄姐妹，这里懒惰用一个题目来说，失去了动机，没有动机。什么叫没有动机呢？也就是说，叫你做事，你就说我要去买五对牛；叫你做事，你就说我要去买田地；叫你做事，你就说我要去买娶妻。我买妻不对，是娶妻哈。你要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不是没有意义，你不去做，它还是不会失去的。它的动作在你生命里面是常态型的，但是只要是神的要求，你就把常态型的动作好像当作你必要性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已经失去了在神面前邀请你的动机了，你对神没有动机了。所以在神面前，你叫做圣经所说闲懒的人。你说我不承认我懒惰，但是你不承认你懒惰，其实你是借口。叫你读书你不读书，叫你去洗碗你就说你要怎样，你要去读书。很多小孩都有这种事情哈。弟兄姐妹，那叫借口。我们常常说我要去做什么，其实逃避现在你的责任。我们再去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把机会给我们，他告诉我们趁着相近的时候赶快追求。最后，笨，有谁承认自己笨的？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不笨，但是每个人都很笨。你如果一直相信世界，你就很笨，因为日光之下没有新事。凡你所得着的，就算你真的得着在你手中了，他还是会像用很棒的一句话来告诉你，捕风 catch wind。 你在抓风啊，你知道吗？你抓风，风随时都抓得到，但是他会失去的。你说我不会让他失去，我把风装在气球里面。弟兄姐妹，你把风装在气球里面，气球它还是会渗透那些气体，你把它抓一个月，它那个气球慢慢会消风。一样的，世界一样的都是这样子，都是会失去的。你在抓住世界，弟兄姐妹，人所能够夸耀的都是一天的丰富，一代的丰富，这叫做愚昧。但神要给我们是永远的，但是人常常抓住一天的丰富以此为自夸，但他不知道他的明日是一个羞辱。太多的这种例子，神告诉我们说，你在生命里面不要那么笨。神给你的是出埃及的，脱离辖制的。很多人祷告都祷告一天的需要，神要你祷告离开捆绑，进入到永恒。但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因为不了解、不愿意、不敢，其实在道路里面变成愚昧，而自己不知道。在道路里面，弟兄姐妹，学习一件事情，困难吗？很多困难的。但神给我们的人生应该是这样的人生，得胜。你身上千疮百孔，你身上很多的灰，很多的炮灰，很多的战火淋到你身上，但是你要知道，得胜的旌旗才是你生命的尊贵。光鲜亮丽不是尊贵，光鲜亮丽叫做愚昧，叫做暴发户，没有人看得起的。光鲜亮丽不会有人看得起，人家说待宰的肥猪。因为你有钱，你知道有钱谁会注意到你？诈骗集团，第二个绑架的人都会注意到你。千万不要把你那种光鲜亮丽的东西成为你的自夸，请你把得胜的旌旗在神面前成为一个，虽然有很多磨练琢磨在你身上，
雕塑在你身上，但是你毕竟成为一个得胜的记号。弟兄姐妹，那一天亚玛利人来攻击，才一刚出埃及就马上有征战，才刚出埃及就有征战。那一天，摩西对耶稣亚说：“挑人出来打仗，挑人不是随便人都可以打仗，相信的出来，我会在山上为你祷告。”当摩西举手的时候，不是你们得胜，是耶和华得胜，有没有？阿门。在你的日子里面，都是耶和华得胜，而不是你得胜。但是你要知道，困难马上就会来，你怕就退回埃及吧，你怕就退回去，你相信就是得胜，这就是生命不一样的地方。弟兄姐妹，第二点，我们来思想，要交托。除了你要刚强以外，你要交托。交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讲了很多，信赖。你要有一个跟你同职、同步、同行的人，在生命里面，什么叫交托呢？交托那个能够忠心教导的人，那我们还是很难了解。神告诉我们说：“你当父我的恶，学我的样式。”就是这个交托的意思，跟我背相同的东西。甚至有一种情形，就是那个恶像牛的犁一样，两头牛一起扛着一个恶往前走，这是道路，你们一起走。神在这个所说的，当摩西过世，神的仆人摩西过世之后，神告诉摩西的帮手 Moses at 这个字眼就是护手、护将。如果是营长的话 at 就是护营长。在我们生命里面来了解一件事情，神说摩西的帮手跟他一起征战的、并肩作战的耶稣呀，起来继续下去，这条道路刚强壮胆的道路，请你继续起来，继续起来。我喜欢这个字，当我查字典的时候发现这个字它是专指海军陆军的或者是陆战队的副将。哇，在生命里面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啊。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你要成为一个副手，在这条道路里面成为最好的跟随者。弟兄姐妹，交托，交托，在交托里面，你请看这个图的时候真的很有趣哈。你不要看文字，知道这哪两个人吗？虽然你已经看文字了，以利亚、以利沙，哇，这他把这个人物的特征画得太清楚了哈。你就知道以利沙是哪一个，知道吗？以利沙的特征是什么？啊，秃头哈。好，你看神就知道，他把他的特征画出来哈。弟兄姐妹，以利沙那一天跟以利亚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弟兄姐妹，这感动你的灵，就是你有神在你身上，有多少使命，有多少的负担，有多少担子，加倍给我，加倍给我，我愿意。弟兄姐妹，你要交托，就好像以利亚交托以利沙一样，这条道路。承袭这条道路，以利亚行了多少的神迹？你注意看圣经，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几乎是以利亚的 double， 就是这样子。你愿意相信的话，神所赐给你的恩典，那一天他亲眼看到神的火车火马在其中。弟兄姐妹，因为恩典，这是神的火，神的火。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当你看到我们的军队上来宣誓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圣灵的火烧在其中，你要去感觉，它会动你的心，去感觉动你的心，但愿能够动你的脚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全教会就是动员，妈妈联合小组、教师联合小组，还有医疗团联合小组，在教会的脚步起来，动起来，神差遣我，我要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帮助，一个祝福。我们从暑假开始过后，我们会组合一个新的学生的团队，学生的团队开始在神面前要活泼，所以以后每个九月开始，我们每个礼拜天下午会有一个小时的社团活动，包括里面所有的学生都活泼，一起学习，在各方面一起增长，一起长大，一长大，然后我们一起读书，我们请教师团契的同工一起进入到所有的，我们会分成三组。一种是数理，一种是英文，一种是一般科目，让学生在教会里面一起成长，或成绩，或人格，或恩赐，
都一起成长。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进入到他其中，要让整个教会里面活泼起来。弟兄姐妹，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基督精兵。每一个人进入到教会里面，我一定会被神用的，所以我要装备自己，我装备自己。弟兄姐妹，其实是很活泼的，很活泼的。我们再次恳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会组很多的队伍。九月开始我们会有围棋社，我们会有象棋，象棋你可以找洛哥挑战，他很厉害的。我们还会组桥牌社，哇，怎么教会打桥牌？桥牌很重要，很厉害的，不是赌博，桥牌是，你知道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沈君山，他是桥牌国手。你要训练你的头脑，你要去算，你要去学习。我们要开始进入到各种学习的时候，不要去学习什么什么心脏病啊什么。你要的话就去学真的能够锻炼你头脑的。你要学习各方面的成长，然后音乐，你要学习音乐，你要学习德文，你要学习日文，你要学习英文，你要在各方面，不是课程，是生活，活起来。请你拭目以待，教会的学生将会各样的活泼起来，将会活泼起来。弟兄姐妹，而且他们成长超过你所求所想，然后他们要一起读书，你会发现你的小孩是全人发展，全然发展，而且是健康型的。我们在这求主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经历过这一段，我们不是讲理论的，我们是生命要遇见神，神会锻炼我们。弟兄姐妹，因此去想一件事情，跟我同走这条道路，用同受苦难来做描述。当然我们熟悉这一句话，断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与基督的爱隔绝，这是我们很清楚的。但是意思请注意看这边，断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与基督爱隔绝，意思就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我越来越像耶稣，不要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我越来越像耶稣，阻挡我越来越在教会活泼喜乐。你可以用世俗的理由，可以用合理化的理由，可以用科学知识，可以用世上的理学，可以用人间的小学，甚至还可以用一种方法，就是老父荒谬的话都可以，这是圣经所说的，只要能够阻挡你更像耶稣的。弟兄姐妹，请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耶稣的精兵。意思就是说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挡你，因为你像耶稣之后，你生命思想意念经过各方面的一个锻炼，你会充满了智慧、合一、喜乐、活泼，新的人格，新的人格，人家会羡慕你。弟兄姐妹，除非如果圣经所说，如果神引导你在军中当兵，请你不要再说我这个不行，我那个不行，我那个不行。弟兄姐妹，柴米油盐酱醋茶全部都会阻挡你，世界的各种繁杂的事情都会阻挡你，食衣住行娱乐各种追求都会阻挡你。弟兄姐妹，人所说的一切的荣华富贵也会阻挡你，事物缠身。弟兄姐妹，今天你要在神面前知道，你刚才讲的那一切，神都早你为你预备了，都早就为你预备了。如果你愿意相信神的话，你所拥有的会超越世人一切所有的。弟兄姐妹，神召你这个选召，就好像前两个礼拜我们所说的选召的宴席的选召宴席的选召，他说了一句话，被召的多，选上的怎样少，为什么？不可以开这种玩笑。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被召的很多，因为大家都有机会，圣经说凡愿意都可以来，没有钱的也可以来，对任何干渴的都可以来，这个就是被召的多，愿意相信，因为神的恩典是无限量为所有人摆上的。但是选上的人呢，你愿意相信吗？你愿意投入你的生命吗？你愿意真的走上这神的道路吗？选上的不一样。如果我被召来但是又半信半疑，然后左右游离，你就算得比世界上更可怜，因为神的恩典你得不着，世界享受你也得不着，何必这样浪费呢？弟兄姐妹，
今天神在教会里面设立教会，不是浪费时间设立教会的。神设立教会一定是道路，一定是道路，你会走一条跟世人不一样的道路。我们再次求主能帮助我们，在神面前你要思想十字架的故事，宴席的显招，你不明白的话，神会生气的，这叫招你当兵的。十字架苦难，他告诉你背起你的苦架，怎样？跟从我，跟从我。弟兄姐妹，你把你所有觉得困难的理由拿起来，跟着走，你会发现，原来那十字架并不重，因为你的轭是容易的，担子是什么？轻型的。早就给你应许了，神与你同在，请你去经历神的作为，好不好？弟兄姐妹，如同这个故事一样，牧者在引导小羊走的时候，弟兄姐妹，诗篇二三篇有一个故事，得到一切好处以后，因为你相信神的名，你就跟着他的道路走，也许会经过死荫的幽谷，很多可怕的迹象会在四周围，但是你跟着就对了，跟上来就对了。但你愿意跟的话，因他自己的名的缘故引导你走这条义路的时候，弟兄姐妹，请你思想，也许你身上会有伤痕，但是你要知道耶稣基督为你扛了所有的一切，你会亲眼看到他的杖，他的杆引导你，保护你，看顾你。然后有多少敌人会亲眼看到你在神的保守当中领受上头来的宴席，丰丰富，让世人无法在那边比较。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再次思想，神告诉我们这个路就是跟随主的脚踪啊！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生命里面好不好？跟上就对了，跟上就对了。为今天的短宣队祷告，为教会任何的事工来祷告，为教会任何的邀请跟挑战，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弟兄姐妹，跟上就对了。那跟上你要付代价吗？弟兄姐妹，其实不是付代价，是把恩典学习分享，把恩典学习分享，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充满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神要给你。弟兄姐妹，给大家一个挑战，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来思想，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是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这是今天他们在上面一直喊的，听得懂吗？喊得那么大声，你听不清楚哈。弟兄姐妹，就是这一句话啦，请你做刚强的人，请你在神面前靠着他的大能大力，你就站出来，因为神的 大能大力就如同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教会的主题经文，还记得吗？一定要记下诗篇八十四篇，心里面你的生命里面靠主有力量的人，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的人。弟兄姐妹，靠主有力量，这所说你依赖他的大能大力，请你相信这条道路。你相信这条道路的时候，你会经过流泪谷。流泪谷就是什么？全副军装的对比。你全副军装就是对付流泪谷啊，因为有各种的阻拦在你四周围，全副军装要帮助你得胜，你得胜之后就有全员之地。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征战不是有形的东西，既然不是有形的东西，请你不要看外表，光鲜亮丽，光鲜亮丽是危机，知道吗？请你不要看合理化的解释，合理化解释是陷阱。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很多人告诉我们，你来我们这边你就可以得到多少报酬，年薪多少，好处多少，然后自装费多少，福利有多好。弟兄姐妹，看看教会也没什么福利，那每天都那么忙碌，你看到都是几点到几点，你要不要看几点到几点都在干什么？来教会要花那么多时间，哇，那么多时间，原来这些时间全部都在领受恩典，喜乐的不得了啊。弟兄姐妹，你会祝福你家的，因为神同在，你既然来到这个地方，你一定要领受恩典回去。你既然来到这里参加主的崇拜，你一定要领受恩典回去，因为神要祝福你。你怎么领受恩典？请你心里面相信。人家说还要口里承认，那是耶稣基督的名啊。弟兄姐妹，
你口里承认，你口里说出来也没有用。弟兄姐妹，要真的去说，我愿意。然后我愿意跟着一起做的话，我祝福这个短宣队，我能够摆上一切为短宣队。我能够摆上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摆上没多久，你就变成队员了。真的，真的，我好喜欢那些可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好几年前告诉我说，牧师，我能够参加吗？我说对不起，你太小了，你只能去那边打杂，国一国二打杂，你不能成为队伍。今天过了几年之后，我高一了，可以了吗？还太小，因为当时的那些更大了，他们又更能做，他们照样来打杂。弟兄姐妹，从15岁、16岁开始参与，参与到今天，我不好意思说啊，有里面也有人40岁了，还是参与，还是参与。弟兄姐妹，嘿，那不是讲我哄他出去外靠，我也想参与啊。但是他们说，牧师爷爷，你就不要太辛苦了。弟兄姐妹，趁着你现在有机会，弟兄姐妹，把握你年轻的生命，这是最美的时候，最美的时候。因为美丽会变成可怕的景象，让你的美丽永葆神的馨香跟喜乐。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外显的，是里面的，里面的属灵气的。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单单爱慕神的道，不要看外表，看外表。愿意我们在神面前来思想，耶稣基督精兵是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再次振奋跟喜乐。我们相信这些故事都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充满，再次在神面前的恩典。这都是故事，这都是奇妙。我们求主能保守，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故事正在进行。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恩典再加上恩典是我们生命的感恩，恩典里面所签上的记号是神荣耀。求主你保守，当我们看见你的时候，我们是生命的奉献再加上生命的奉献，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摆上，更多的喜乐，更多的恩典，更多的在神面前看到呼召里面的恩典。原来走你的道路是我们更像神的喜乐，我们看到神荣耀因此充满的时候，我们无限的欢喜在此其中。献上我们感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首诗歌在神面前所看见的，是我们跟神所分享的，在啊，这是国乐组，我们希望他们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的时候，这将会是神在道路里面对我们说，耶稣基督的精兵是整个城市的一个祝福。那我们盼望这样的故事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恩典。我们再次拍手来欢迎他们，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所分享的故事是极为宝贵的感恩。
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真的是感受到你的大能大力，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谢谢父神，你让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都领受你满满的恩典。主，我们何尝希望万膝都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你就是那唯一的救主，你是唯一的拯救。主，谢谢你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机会，那我们在宣教的施工当中能够有机会为主你做工。主，保守这一群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属于天国的军队，我们相信当他们的口号，他们说他们刚强壮胆不后退，是因为耶稣基督你在他们前面领路。主啊，你保守这一群愿意为主你摆上的军兵，让他们的心能够在你的里面同心合一。因为我们真知道我们所做的不是我们的事工，乃是要让未得之民都能够有机会听闻耶稣基督你那神圣慈爱的名。主啊，也求神你真的是继续引导他们在每一个日子，主保守他们的身体，保守天气，真是保守他们能够有同心合一的心。我们真知道你是这么的祝福我们教会，你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常常给予我们许多的应许，凡有的还要加给你，真实的让我们看见。特别是在这次的短宣团队当中，不仅是有年轻的弟兄姐妹愿意站出来，还有工商团契，还有医疗团队，还有补给的妈妈小组的团队。主，我们看见不只有这些年轻人在前面征战，我们全教会有用祷告，有用金钱，我们真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堡垒。主啊，我们真知道我们的教会是合神你心意的教会。愿神你继续祝福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在恩典当中刚强起来。我们知道我们在领受恩典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思想不是只有短宣队来为主你做工，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要有我们宣教的国度，让我们有对我们的周围有宣教的眼光。我们正知道我们是属神你的精兵，我们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成为为主耶稣你征战的耶稣军兵。主啊，求神你继续你的圣灵继续引导我们的每一个日子，也叫我们今天的奉献献上你的面前的时候，求神你亲自悦纳。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告耶稣得胜名求，阿们。颂荣诗篇23篇，请各位弟兄姐妹听到琴声请起立。颂荣之后我们将由牧师来为我们祝祷。Whoa.
谢谢你，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很高兴来这里敬拜你。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蒙你悦纳，我们希望我们现在里面宣告了，成为再次得胜的旌旗，在我们在呼喊，在我们唱歌宣告里面，我们愿意说，这是我们生命的喜乐，也是我们生命的标杆。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求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也保守我们在你面前出入平安，这些短宣队员明天出发的时候，是给他们力量，保守他们家庭，保守他们路途平安，保守他们在你面前所做的每件工作是神你所喜悦的，在那边所遇到的任何状况，主耶稣求你赐下智慧给我们的短宣的队长，让他们都知道怎样来处理这些事情。当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他们的明天的时候，但是我们却知道你掌管明天，这是我们感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愿你所赐下生命的医治临到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身心灵在你面前活泼强盛的每一天都能够为主你而活。当我们看到国度荣耀盼望的时候，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让我们每一天重新得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